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我是李莹。今天非常荣幸的跟刘晓光刘老师一起为大家做大盘讲解。好，刘老师你好。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来介绍棋局。那么我的这个搭档啊是李莹，四川女棋手。这个我们好像第一次对对对，说第一次啊，就是、那李莹呢？我知道你二段，是那个在四川，是不是在四川做教练？对，我在成都棋院。啊，成都棋院 啊, 啊，对，我记得你是跟我们那个时候是跟谁是一批的那个女棋手？跟叶桂啊、梅雅蒂啊、哦、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啊啊！所以我这印象中你都在四川做教练比较多，对、是吧？对 对, 对啊！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来讲解的也是女棋手的棋局，是第三届那个中信职业杯的女子围甲第六轮。第六轮啊，对，这个宋荣慧、王湘云他们的棋局，嗯。这两个当然是我们就是国内女棋手是可以说是一线棋手啊，都比较厉害的。对，王湘云是拿过全国冠军啊，宋荣慧更厉害了，拿智运会那个世界冠军，啊、所以是宋荣慧五段嘛。啊，比较厉害。啊、那么我们来介绍介绍他们的棋局，然后、李莹也是我们头一次啊，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慢慢来介绍吧，好吧？啊、好、啊，这盘其实宋荣慧五段直黑，直黑啊！哎，这个这女子围甲也是在我们这也是以前都是男子围甲，现在女子围甲也搞得风风火火的，是吧？哎，黑棋，对，是是是是是，是，对，对，这个这是也比较普通，对，挂角啊，他不，那他是对。手脚，刘老师，我觉得一般都是走无忧手脚的，无忧脚是吧？然后这个好像是不是高手？对，是不是注重的是外势还是什么？这个都简单，啊、这个手的低位大飞手脚、嗯、高位什么二什么，这布局千变万化，而且多是多样，都多得很。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棋好像比以前更自由一点，我感觉是吧？布局好像更多一点，是吗，刘老师？哎呀，以前也很自由，也很自由是吗？这个年轻人的这布局啊，最近下这个比较多，可能啊，是不是比较多？手脚这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下多一些。后来是中国流啊，又韩国流啊，又是什么迷底中国流啊，多，这个布局啊，每个人自己关键自己喜欢的，对，下的熟的啊，就下就行了，啊，这个都没有，这个都无所谓，啊，对，挂角是，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都那个挺普通的，哦不不，他先，哎。这个你是李莹是这个哎女棋手啊，李莹是女棋手，这个她呢，你应该知道这个女棋手的很多这个心态啊。对，我觉得女棋手相对来说比男棋手更好战。好战，对对 对, 对, 对，更好战。你看那个女棋手的棋谱，经常她是好战的居多。嗯。哎，但是我自己说啊，这个女棋手、嗯、她那个局部战斗可能不输给男棋手。对，但大局观差得太远了，这个确实是我们都要承认的，啊，是吧，刘老师？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男女真的是很有差别，特别是在围棋上，我觉得就始终是无法超越的啊。这个我们都一起训练，不像那个篮球，它有体力问题，对对对，我这个也没有体力问题、嗯。那你为什么这个到了一定程度，为什么女棋手和男棋手还是不如男棋手那个成绩好？这个同样一起下的话，对，有可能本来也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女棋手容易分心啊，是啊，白手脚分心，这个专注度不够吗？不讲，还刚才你说那个大局观可能对对对，真的是大局观，到一定程度他这个还大局观不如男棋手那么、啊、那么宏观掌控啊，不如男棋手。对对对对对，这都普普通通，挂了一个脚，然后走在这，然后再。这个二尖高加，对，这都很正常。普通刘老师是不是白棋就是会在这边啊？这个兵士太多了，啊、什么大斜啦、飞啦、什么靠啦、啊、都有，是吧？啊、这个都很多，很常见。啊、这个要摆兵士，这个地方能摆好几个，是不是啊？对对对，非常多，就是非常多、啊。嗯。但实战呢，他就没有，他可能他就没有把走的儿子走的。啊，这个挺好，这也挺好啊。这个
一般会走这个的居多，但是那个也比较大，它变相一下，可能那个比较熟悉的。刘老师，如果说他没有挂角，他先猜的话，是不是黑棋以后是从这边挂的？所以他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交换？哦，你用白棋拆这两个没有，黑对对，他有可能是会走这边挂的。啊、那两个、啊，交换一下，黑白棋可能更愿意接受啊，是更好啊，对。这个李莹是做教练比较多，你这个讲其实小孩讲的比较多了哈。然后既然你不走黑棋，飞棋也挺好、这个也挺好，这都应该这都是正常的。然后白棋，白棋在这个地方走了一个，嗯，这个是一个好的位置，啊，好的位置，有人这么下过，以前我记得最先下这个是陈祖德老师下的比较多，陈老师，他。很喜欢这样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年代啊，但刘老师这个棋呢，他什么意图呢？他是不是就想马上就连回去，或者是他如果正常你往外靠压，在这儿被进攻，没有，他要想打散，的转移，把这个看清弃掉。就也就是说，如果让黑棋再走一个，他再走就来不及了，对对对对，是吧？迷惑不正常，你要这样进攻，那他这个你要跟着黑棋这样走，你被动。啊，被进攻，所以这样走呢，分开更好啊。那白棋的下法还是很灵活的，是吗？是一种，他试下硬手，哎、然后黑棋实在是飞的。刘老师，我觉得飞一个，哎呦，被白棋飞一个，是不是就？对了，对，他就、这个、我跟你的说法、啊，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啊、我这个也是、嗯，这个也是这么想的。嗯，哎、我觉得这个棋啊。那应该怎么下了？这个棋跳下来比较好啊，跳一个。黑棋啊，这个棋应该走这个跳，这个，跳下来是跳一个，好像是应该先把它分段再说，是吧？这个分段是再说，跳一个。挑一个，然后白棋如果跑的话，那你这两个没啥意义。哦，交换不便宜是吗？没啥意义啊，这个没啥意义，对。就随便怎么走。对对对。这样的话，等于两块棋被分断了。对对对，它这个可以推到这儿也可以。可以推到这儿。对，可以放在这儿，放到这个地方。对，这个棋啊，就是说，反正不，这个棋是跳下来是应该的，跳下来。啊，这个不，然后不管怎么说，跳下来先那个给它隔开，然后再进攻。不管怎么说，你那个实战那个棋是不应该的。跳下来，你如果靠一个，那么他搬一个，你长一个，你或者是长在这儿哈，长在这儿，长一个他就往回退一个就行了。对，他就退一个就行，退这个，还退这个。这样的话就两边分开了。这个地方你反正你这个你要不防我冲的，你点一个，这个你封我是封不住。而且白棋挺重的，我觉得。很重，我只要两块隔开就 OK 就行了。就是你在攻击你子力强的时候，不能让别人轻易的就是转身或者联络，是吧？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是特别重要，跳下来，实战那个不好。实战哈，实战这个棋它是走了一个这个哈，飞一个，飞这个，飞这个，对，然后被这个，我觉得，哎呦，这个下没棋下了，他你怎么走，尖的被他爬，这个脚变小了，他这个爬完之后被他白棋，对，如果这个时候，黑棋如果尖是吗？如果尖也不对啊，这个很难过啊。那他被他拆二了，再拆二，那这没意思是吧？没意思了，太小了，这子儿太多了，对，这多少个子围一个，效率太低了，是吧？多少个子围一个，围的太小了，这个不好，所以他这个也看到不肯了，是吧？这个他是走的那个什么，他是走这个吧，走这个。没有，他飞哦，飞这个啊，飞那个，我看走的是飞一个，飞等于飞这个，对，哦，这个也不好，对，要说我感觉那个好像黑棋本来布局应该是非常被白棋拆这个不好，你要被白棋这个拆二太没有，黑棋没有尖这个啊，对对对，这个应该说是那个什么。黑棋直接飞，飞这个，
这个差役也不好，差役也不 好, 不好是吗？啊，被那个被这个，对，刘老师，如果说他不飞，他直接逼一个呢？对，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干脆都不要走，直接这个，对，这个、直接逼一个，这个不是很大吗？很大很大很大，太大了。这个就应该这样，啊，走这个。对，逼一个很大呀。你大概会扎钉什么，或跳一个。跳一个吧。啊，他走这个。啊，然后白棋呢出来。白棋，你走这个，他就长一个吧。啊，但这样对跑的话，黑棋至少先把那个地方守住了，对呀、啊。啊。我觉得这样黑的挺好。黑的挺好，哎，对对对，应该黑棋应该这么下啊，这个应该这么下，这个特别关键，这招棋，这招棋挺关键，是吧？那你那个被白棋拆二太舒服了，太舒服了，这个小宋这个棋下的有点问题，白棋先走这个，对，被这个被，哎。被这个他走这个是吧啊哎他又被飞一下对黑棋这个又飞一下飞一下对这个被白棋被白棋这儿走了拆二太舒服了对这个地方也被白棋舒服这个地方也舒服对刘老师如果是这个形状的话应该如果他五月角的形状可能还好一点哎对要往下一步当然还好得多、啊、对这个形状正好给别人漏一个飞漏风是在下面是最弱的地方、啊、对对对漏给别人了这个不好等于白棋把那个要点都走着了是吗是啊是啊是啊这是白棋比较舒服，应该布局这样感觉白的舒服。就白棋比较、啊，然后现在黑棋是挂角。哎，刘老师，如果这个飞一个怎么样？是不是大不大？飞也不小，飞也不小。啊、但是你不管怎么说，白棋肯定会脱先了，是吗？哎、对你这个被这两个交换，总是白棋便宜的。啊，白棋肯定会走下面、啊、或者。白棋要么下面，一个是会守这个星位，哎、有可能这样。啊也可能拆二，也可能可以、这样的话，布局是白棋还是挺成功的。白棋比较舒服啊，比较舒服是吗？白棋比较舒服。这个走成这样，这个棋手真的是一阵一阵的啊。这个、宋仁慧有的棋时候下棋下的很锋利，很那个哎，这个有时候这像这个布局，我看怎么很别扭。这个。但是刘老师，我一直觉得宋仁慧也是后半盘特别强的。后半盘强啊，后半盘特别强。哦。因为我也跟宋仁慧下，我觉得他后半盘比前半盘强很多。你跟他比赛下过哈、啊？对，下过，说我肯定下不过，但是我觉得他前半盘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这么厉害。但是后半盘真的是超级厉害。那他以后布局要加强一下，让你想象的要厉害一点。然后王。对呀、啊，煎一个试试啊，我们试试，对，试、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这样，煎、煎煎啊，煎、煎一个，啊对，煎一个。然后哦。这样怎么样？你觉得？这样的话，如果白棋被黑棋就这样分段的话，肯定不是很那个。你爬我就爬，
你的这个籽就废了、就爬一个是吗？不，你如果爬黑棋走掉，对，当然爬这个。啊、嗯，那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道它？不，你这个这样的棋啊，你看我走这个、是吧？嗯。我走这个，你走这个，我就打下来。哦，还是就是说给他不管怎么分开。所有的就是必须要把两块棋分开。分开了，我这都发挥了，这都有作用了，就是好棋了。啊，那白棋这个贴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啊？如果我不分开，我这都可能都不是好棋。啊、就我的有利的棋都只要分开就都行了。那白棋这个贴好不好呢？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可能。是不是该直接尖回来、啊？有可能不成立，我觉得不见得成立。我贴我就这样反击，对对对，最好。这个尖就是很厉害。是吧，哎，就给它尖断、不管它那个什么，就尖断最好。这个时候是黑棋的一个机会。那白棋就是是不是可以直接的？刚才贴的时候尖回来，但它棋形又没有那么好，是吧？白棋应该走什么啊？就贴一个，你不说有点过分吗？哦，是是是是啊。那么实战，实战这个它便宜了。对，实战，实战那个黑棋一顶，他顶使得白棋走，那白棋就成立了。对，黑棋。对对对对，这样白棋也行。啊、白棋这个拖好像还走得挺好的，要是那个他如果挡的话，被直接搬掉了。这可以，对。不，他这个棋反正白棋活了，总之是他顶一个是吧？他是这样，现在是不是该？黑棋顶了哈、黑棋顶了，他冲一个、对，对对对对对，是。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好像自己还有断、很多断点。这个有冲断、这个有个打吃。对。是不是啊？这个棋呢，就棋下的都比较紧。都紧。但我感觉白棋已经先活掉一块嘛，先把这个捞掉，然后黑棋呢，不管你补哪儿，他补这个下面是不肯啊。如果补下面，上面有那个是吧？补下面，他有可能藏起来。哦，你如果补这个尖，哦，尖一个它就藏起来是吗？它现在不挡了，它藏在这儿、所以实战它还是接上了。哎，对，你藏子一折一夹，这个还有打吃。对对对，味道太怪了。哎，对对对，这样的话白棋活了。先手活了，还行，白棋黑棋得到一个外势，但是白棋这个时候打入了又。打入他是想冲断。啊、他是试应手是吗？他并不是真的想打入你。不，如果呀，如果我们看啊，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如果你这样白棋来，现在、直接冲断是吗、直接冲断。对。黑棋打，白棋断。他底下打。底下打。对。对对对对对，这样。那你这个。那我再爬吗？还需要再爬吗？不需要了，好像已经。这个棋。就算再爬一个也可以。不，他爬这个，他爬这个。啊，爬这个，然后白棋。这个白棋就麻烦，你这个中了，这儿还没活。啊。这个地方没活。就下一步一挡，好像是先手。这一般他就没活。啊。这一挡不是先手，你还没可能都麻烦吧。都快死了是吧？快死了吧？哦，先搬。这一猴子都快死了。对。你要是往这往上走，我这一猴你麻烦了。对，一接然后先冲掉好像。不是不是，你要往外走啊，假如你往外走一个，跳一个，对不对？我试一下啊，跳一个。我这个棋就咱们来个俗的吧。挖一个。挖一个。对，打吃粘上。接上，然后点一点一哦。对。这个著名的一点，然后它只能接上。对。接上再挡就死掉了。这就死了。啊、对。啊。哦。这就死了。那所以他直接冲断是不行的，不行不行，那个不行，所以他希望你直接冲断，所以他要打入，是吧？他是只要打入，对，打入，白棋啊，这个打入了，啊，对，打入了，这个时候再冲断那就行，所以他补了一个尖，哦，黑棋是不能在这尖顶的吗？哎，那你如果你尖顶啊，尖顶他冲断了吧？尖顶可以冲断吗？哦，冲断，冲断是一个，哦，这个棋可能还不见得能冲断，但是尖顶，啊、我尖，哦，尖顶冲断，这个地方有一些，我如果直接尖顶呢，直接尖顶啊，我看看这个冲断，要算算气了，也即使不走，他再点一个也有可能，但是反正他先看一下黑棋怎么走是吧？啊、黑棋心里面这个犯嘀咕，我觉得留一个这么大的冲断是不是，刘老师？对，这个地方有点味道，但是也比较复杂，啊，有点复杂，是吧？有点复杂。
这个地方真的是属于尖顶是零，激光的计算觉得可以用强啊，不但是，我是。是觉得，因为它的奇峰嘛，也肯定是宋文慧怎么突然下的这么温柔，温柔，我觉得白棋还是很奏效的。那么，可能普通的我们一般的都说白棋打入就马上要走，但实战呢，我觉得王湘云她还走得很灵活。那么，老师，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会儿，然后好，这个棋局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稍微这布局啊，就告一段落。后面呢，这发展呢，我们也请大家棋迷一起跟我们对，一起看看。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一会儿我们再见。好。欢迎回来。好。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白棋现在点了一个，他就没有再走那个现下在面该白啊，棋走，他他就是，起到一个，反正以后他是有很多手段，是吗？然后点了，他实战点了一个，是的，点一个黑棋贴出来，黑棋也不肯粘吧？粘的话，我就不感肯，觉那对不对肯，对，那不不肯肯的。啊。但是这个棋要不要往那儿走？不接吗？不是这个棋，白棋啊，白棋这个可以，这可以，可啊，以，也是一种下法啊，啊。然后他走这个是对，吧？这个粘上，然这后他再自己补一个，补一个，他是不是可能觉得布局还可以？有可能，可能。接完接这个，这个 煎一个好吗，老师？我觉得这出来行吗？搬上搬也一可个以，是搬一吗？个对啊，啊。我觉得应该棋是不是应该下到外面到外面，啊？他这个尖自补一个，好像有也点。有点怪异，有怪点异，缓是吗？他怕可能怕碰，可能是，他不是煎完以后，我们的就女棋手可能是不是就觉得我马上要冲断或者要拐扳住你女棋手，啊？你是不们是？女棋手怎么想的？我男棋手还真搞不清楚，反正这我觉得，个。如果是他搬在外面的话，我里面跟外面他自己补一个，然后别人交换，不一定便宜对，我要是我会可能搬上面，搬上面这个觉得就全局啊会广一点，主要照顾全局他这个可能就是也还瞄着别人的这个毛这病，是不是是女吗？媳妇就要 尖对吗？对对，我们可能就是要局部尖，的这个局部不叫局拘部，泥局部，不要对看对重对局部的得对失，对这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女肌肉有这不个。跟男棋手比，确实是有一点。有弱的地方对吗？这个可能他是不是就瞄着就觉得那个不会吧？他是不是还想瞄着这一块吗？还远，我对，想还我远，也觉得他那个脚可伤能都还那就有太那远什么了。的啊。他这个也许是考虑做活，只是觉得目数是其吧？实当走时看大到，事好，那对对，小走大事上面搬呢，对全局可能好啊。啊，这个要说女棋手、男棋手拿这个来衡量，还可能有点但卷是白棋现在他等于走，把这个棋相对来说还是补好了以后，啊。他再对，占一个全盘，就是最那大的一个个地挺方。大，对那对边挺大。对，这面，这是空荡，这个应该往这边走，那个太大了。不管是黑棋往那儿，白棋走，都是相当的大。黑棋现在飞，这个飞。也蛮这个他有形状了，这个是不是要飞？这个是棋，不是应因该？为这颗子在这儿好像，刘老师跳一个怎么样？跳一个也是一步棋，跳一这个个怎挺么好。样啊？我要选，如果飞和跳选的话，我可能就要跳。我感觉跳一个好像棋形要正一点不是，主要是想把它给摁住。对，主要不要，他在这儿，我要吃，他要再活的话，吃的我这儿有一个帮忙的，比再飞好，攻那他这的个时会候，有更。白棋如果跳一个呢？黑打棋入。再打入，对，这个就说这个脚上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是我想很吗？想打入那个，那个地方是打了会让白棋会疼，就是说他那个地方他控啊，破你快要成功，因为白棋一跳都是他的控，尤其在快收口的时候打入是让对方感觉到心疼的时候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像刘老师因为我也跟很多爱好者下棋，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他看到一个空，他就很害怕。其实要在那个他差一手封口的时候一再手去封打口入的之前进入是最好的，最好的时最好，机因为效率最高。他对再一走就是都空了，那是效率高的。讲究效率啊。对，一个跳，要么直接打入，但是我觉得还是跳，怕他点这个。比较正常对，正常。所以这个棋，你说这个跳一个比那个飞好，它实战是飞的，是对，实吧？战飞，飞的，对。然后白棋很细，它是点进来了，点进来那就是比较也比较狠，对。因为他，点进来，他那个棋啊，对，点进来，
这个点本来这个好，这个好。佩奇形状是有点缺陷的，我觉得。不，因为这个时候点进来，你要吃我的话，你那个就不如那个跳了。对对、不如跳了。因为这有个子，所以它还是跳好了、对对对，现在你只能往这面走了。这一顶黑棋好像，是不是刘老师不能长啊？如果长，它是不是要跳？要搬一个，对，搬一个，搬了之后，你要搬住，它能跳出来了，是吧？对，对，它能跳出来。那这样挡住。对，它能跳出来。它、可以跳那个，不是跳那个，那面可能哈、对。白棋，白棋，对，后退，然后，对对对，这个棋对这个好，这个好，这样的话你看冲不断，对，这样的话就等于这个好像这种形状就拿白棋没办法了，你黑棋怎么都不行啊，而且这以后搬一个太痛苦了。哎，对对对，接一个先手，黑棋自己都还有问题呢。对对对，所以那个长硬来还不行了，硬来不行了。对，那么这个棋呢，就他走什么看看啊？他来一个什么呢？他一顶，然后拖。那他什么意思呢？是就是想让白棋搬一个是吗？哎，你如果搬，搬黑棋断，你吃他虎吃。哦，这样的话。哎，你那他随便就提掉嘛，然后就飞，飞一个，飞住，对，飞住，飞一个，飞这个，他就不搬了，对，飞这个，哎，对，黑棋这个飞住，对了，对，这样的话就这个黑棋，这个白棋不行，这是他的就是理想图，对对对，他希望这样啊，但白棋肯定不可能，就对，他肯定识破他的意图的，不能跟着他的步伐走，他是扳住，对，扳住也，然后黑棋形成一个转换，对，形成一个转换，是吧？这个好像是没，都是基本上是可以。那、粘上，对，粘住是吧？那、如果粘这个呢，他就直接把它断了，它可能断了，断了，对，它会断。然后这样你把它吃了，那不行。这样不行是吗？这一打扳回去。哎，对对对，这个黑棋不行、是吧？它堵在那儿，它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行，他是要搬下来，然后接上，对，他一吃住，然后，这个刚才碰着了，那个，然后他是打入，对，打入，这实战啊，实战这样，对，然后靠，靠一个，靠一个，扳住，扳住，来，这个这一代的情况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转换的一个状态。转换呢，应该说谁便宜呢？这个七，他先加了一下，加一个，对，加一个，来这儿加一个，对不对？先加了一下，加一个，这次序也是，对，接上。对，这个七我怎么觉得，这样，然后黑棋再加住。对，是，加住，对。这样怎么样啊，刘老师？这个棋啊，就形成了一个转换啊。应该说是一个两分，但是它中间呢还有一些别的变数，比如说啊，这个棋啊，在这个时候它是先加一个，先加一个，它粘上，对，然后等一下。他点这个，直接点是吗？直接点可以考虑，对，点一下。直接点一个。他挡住。挡住。对对，挡住，他立下来。挡住立下来，对。然后这个棋呢，对，挡住立下，是这样。这个加一，这样可以。这样白棋，我认为这个棋黑棋那以后那个有拐，这个可以考虑。这个黑棋不一定亏是吧？可能比那个加可能还更好。对，实战他这个棋是直接就是这样，先打一个，对，打一个，他是加一个，加一个，对，然后接上，然后再 打一个，对，他提掉，然后再加一个，对，然后加这个，还是加这个，对，
加这个，它尖，然后尖，对，就是说它小了一路，然后没有那个什么拐头了，小了一路，是它。那这往下面立怎么样？那不如刚才了啊，那还直接还是要点一个，哎，对对对，啊，长一个，挡一个，这个白棋要交换一个，这是一个走成这样一个布阵，啊，这个棋呢，应该说白棋不亏。白棋不亏是吗？不亏，就是如果点到这儿可以拐，那么那个就是要差一些，这如果这样的不亏，啊，那样点那个可能更好啊。啊，算也但差不多，这是一个基本算是一个告一段落了，告一段落啊。就胜负还早，但是觉得白棋不亏是吗？不亏啊，嗯。白棋跳一个，这个跳也挺好的。我觉得他跳那个就是意味深长啊，刘老师，他就是想着下一步一接，然后一冲是吗？对对对对，我们。待会儿能够说出这个跳啊，它有后续手段。啊，对，所以呢，下面他尖到那个二路，我觉得就是不太舒服，好像。嗯。啊，如果被别人后来走成那样的话，对，啊，这个跳一个看这个形状不错，关键的后面呢，它有后续手段。再走哪儿？我们。但这个时候黑棋不可能再去补一个嘛？补一个的话，被别人再跳起来。对，补一个的话，他不肯。对。如果跳和补一个呢，他就有可能有便宜的可能啊。对。然后实战他就削进来，削进来，削一个，行，这个白棋补一个，白棋补一个正常，正常，对，这个挺好。黑棋没有继续走了，把这个挡住，这个也不小啊，不然不管他是白棋怎么动手，他就算不说挡一个或者立一个，这个总不是也是一步棋，也挺大，这个很大是吧？嗯，而且下一步马上一爬一个，就是紧接着的可以啊，这先手是吧？对，这个就把这个就先手非常大，这也不小，对。那么白棋呢，他现在开始削这个，削这个空啊，这个棋局啊，如果现在掌控的好的话，其实这个棋还是一盘漫长的棋，很漫长的棋，还能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站在这儿呢，想削这个，把这个子想动出来。这个棋他实战走的不太好，黑棋走的不太好，黑棋走啊，黑棋尖的，黑尖不对，这个不要走，黑棋不对是吗？那现在黑棋该走哪儿呢？黑棋仍然走这个地方，这儿，走这个地方是吗？对，这儿，这个地方，对，是。啊，应该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这样的话，我跳一个呢。哎，你跳我再尖也好得多。哦，我再跟你就是把他的出路先让他。哎，对你这样，啊，这样我再走这个。啊，你这个棋这个三个子你就得往外跑，跑的话必然我这儿要成空。啊，必然成空。就说你要跑这个的话，你这边就成空我是吧？对，必然成空。嗯，哎，就是这样。对，你是这个。白棋实战阵的一个，对，也就是说必须要走在这儿，就是不让他那么轻易的就连了。这个特别重要，啊，这个走完之后摁住他这个整个的压住你的这个形势，啊，嗯，直接的尖是不行的吧？那不可以，是不行的，是吗？如果你只是吃这个，啊，就算你靠了吃这个，太小了。啊太小了是吧？对，那个，所以本来尖一个还是要把它分断了，但是应该先交换一个。先交换要走这个，先交换这个啊，嗯，然后他跳。跳这个，这个跳的话，它路就很通畅了，感觉。这个你再来按着它就不一样了，和刚才那个不一样。刚才你走一个交换了再走，它就永远它没有这么大的步子了。啊。现在呢，它轻了。嗯。这个棋就不好抓了。而且好像刘老师下面白棋说不定还有可能分断你。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时候。这个棋它是那儿尖过一个。啊。嗯。现在尖的。嗯。现在尖了一个，尖一个，对，然后白棋走一个，然后他再飞一个。那他白棋，然后白棋往中间走，就本来你刚才说的要点被白棋走着了。白棋再往中央走，黑棋呢，这个都是没有目的啊，三颗这个就单关了，现在就等于说啊，哎，所以等于就说你攻击的时候是要下到目上了，这个就相距甚远，这个方向错了，就也就说这几步这是关键的啊，关键的地方前面。都是布局啊，损失小，嗯，没关系。你说你棋手，嗯，他这个关键，大局上一失，小地方占好几个便宜，嗯，他抵不住大局一次。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从这儿开始，他这个白棋在中间只要能好好的活出来，黑棋就不太好了，是吗？是，这个就这就形势不好了。这个被中间走过了，这个就白棋好下，哦，白棋好下，就刚才那一下就是大局的关键。
啊，那个一下子就棋局。这种确实，我觉得就是你看刘教授，我要是我下的话，我也下不出来那一点。我觉得就是感觉好像就真的是要把它分段了，但是没想到他在中间那么容易的就走出一个这个特别好的形状来。对了，这个棋就大局确实需要学习。这个地方就让白棋得势，他往中间一走，你现在抓不住他了。对，现在没棋下了，黑棋。然后黑棋就跑到脚上去跳了一个，哦，脚上跳，这个也不小，也不小。他可能就是下一步瞄着跳，这跳进来。这中间这个地方有跳啊，见了拖这个棋，要搜他的根，他没活。白棋现在很机敏的就走了。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手段，对对对对对对，非常难受。现在黑棋不可能这个时候如果出来，那个脚大嘛，对，对，然后这个贴下去，这样的话不行，是吗？那不是，他肯定是要那个脚。啊，但如果。他是挡的，对，他是挡的，是吧？嗯，这个棋，他挡被这一冲，对，这个时候又不能冲出来，冲出来这颗子就起作用了。对，我们看一下这冲。哎，对，我们看可以演示一下，对，演示一下。哎，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那崩溃了。所以这个跳那个子是挺有深意的。跳就是他好棋就在这儿，他就是，他是的后续手段，为了尖了冲。那个跳的后续手段非常好啊！现在哎，我觉得这个被打进去好委屈啊！对啊，这其实白棋很舒服。然后白棋挡。对，这个挡啊，这个不单是死活问题，还要黑棋没有活的。对，我觉得白棋就是还下一步马上就是直接挡住还是挤掉？挤掉就没有你的眼位就不够了。就所以那个跳不一定，如果有这种手段的话，就不一定好，是吗？当然这个也不小，他没有注意那个他可能是没注意，这个下不对，这个下不对，这个地方失去大局，那个地方这个交换完了之后，对对对那块棋啊有随时有死的问题。好，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啊。那么现在呢，黑棋肯定是不肯，其实黑棋爬一个也挺大的，刘老师是吗？也不小，但当然爬一个很大。但因为他有死活有问题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落一后手被白棋，如果是跳啊什么的，被白跳，肯定对这个时候肯定是黑棋不太好，所以黑棋呢，他现在就走这个，他怕这个白棋你再往中间一跳，这个都连回来，这个连啊，这个也不小。对，这个也是下到棋形上了，然后黑棋啊，那个棋随时有危险的，很危险。对啊，他留一块死棋在那啊。爬挡吃粘住中间，你只能在这中间找眼位了。对，随时有可能被杀的。就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如果有子的话，其实有先手未到，这个棋好像，有点过分，可能还是应该爬一个啊，爬一个，这样慢慢来。其实也许再看后面机会，只能这样。但爬一个确实被跳出来，感觉好像黑棋的基本控，本来是最大的一个控，被走了半天没有了，是吗？对，这个下的不顺啊，他可能没注意，我感觉没注意，跳靠一个，是不是还想这个吗？哦，对，想。他现在我感觉王小宇我说不是是力量很大嘛，然后可能他计算力也是很强的，他有可能现在做的一切的工作，对，他就在做准备工作呢。对，这个而且这个靠呢，黑棋不能被打，对，不能被打，他现在所以要抢那个子，对，为了被打一下他也受不了。然后白棋，我要是我是觉得白棋他那个准备工作还做的挺灵活的，他就靠一个。哎，对对对，这个挺好，这个挺好。他如果看你肯不肯退。如果你肯退，那当然好了。那他已经便宜了，他往中间跳跳都行，空都不见得。空都不一定好是吗？如果我黑棋这个难以忍受吧，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觉得受不了是吧？对，输了好像是不是也不能这样下，所以黑棋现在就反击。他这个下的不对，就是说他的也可能他退完之后，他那个这个是黑棋目便宜了，退一个的话你非超长的这个忍耐力才行。对，所以下的挺痛苦的，下了这个时候是吗？然后白棋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他就欺负你嘛，他反正就趁着这个有块死棋，他得欺负你，所以黑棋他反击了。对对对，这个棋反击，这个是有这个心情，但是呢，这棋要下得好的话，这个棋因为那块棋随时有一个叫杀的一个，对，随时叫，这只要他利用了稍微厚一点。这一挤那个棋下面那个爬几个都没有两个眼，你只能在上面找眼了，这个棋就很危险。
也就是说他靠一个，其实这个棋还下挺好的，我觉得靠这个 啊好棋，这个棋、啊、这棋下、啊、像这种局部的作战呢、啊、尤其像这个女棋手她特别在行。缺的就是像那个大局，刚才说像这个带的时候要啊，但我觉得白棋这盘棋形下挺好的，那个大局好像、他局部他走的、啊、那就黑棋没给他那个什么啊。你包括中间这个贴五里棋他也没反击、对对对，就是主要说对方这个状态不太好，对宋荣慧的感觉状态不好、你这个、这个棋呢你就震一个这个时候白棋这走这个是属于他这种棋对于女棋手来说他很在行了这个那么白棋现在就搬一下然后就靠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先手是吧？这个时候可以不走了吗？把它搬走，还是就他实战就还走还大哈？哎，不小不小不小，那边也，他形势很好，就没必要那个什么。对，他就现在断了，就感觉还是，如果我一看好像要走也只能长黑棋，不能被搬了断。还是要被那个？是不能被断，断了就麻烦了。还是要长是吗？不是，这个时候一被断呢，你那个棋利用总会有的，只能他其实我看王湘云他下棋这个还是这盘棋下的目的性很明确，他就反正绕来绕去把你这个绕死就行了，他这边吃点亏。对对，好下，这是他好下，对好下比较好掌握。不过好掌握、这个棋，你只能这么，可能还，只能长，才行。这个，希望你吃我时候靠出来还有点利用。这一般被一断，这个棋就不好办。对。然后实战他还是确实白棋弃子，这样看上去好像白棋是直接这两个死了，这几个子都死掉，然后他就特别轻轻的一退。那是，这个棋退了之后啊，他主要是你要不走这儿有个这个一长，就那个麻烦了，是吧？不，这个棋退一个，他马上那个棋要吃了。刘老师，他这一接嘛，我一长，像你说的，然后他一接，然后就全部收紧了，收紧这自然就死了。自然死了，对对对。所以他现在还只能打。只能打他。那只能打，要不然他被一长啊，他怎么办？要么狠一点，长这个。长一个不是走这儿吗？不是这样一拐吗？这样拐。然后我再把它吃了，你不要了是吗？不要了是不是也挺大的？那要好一点，打一个、那个要小一些是吗？这个先打一下啊。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大小就是没有那么清楚，就还是要长出来，然后把这个反弃子了。他走这个是吧？不是，刘老师，你长一个，我长。你走，我打吃，你得接吧，我就不走了。是，你出不来了，也能吃，也能吃饱。我别去拐了。是这个棋，白棋子只要走对，都是黑棋很困难，比较困难。怎么走的？他走的更差一点，他走的是这个吧？对，走这个更差一点。对，白棋这两下还挺舒服的，觉得很便宜啊，对呀。然后这个时候他还去靠了一下，他还在做总兵工作，他就说你要是活这个呢，我把这打了吃掉可能也不行，你活了他就尝出来，对，这是白棋好下，他都便宜了，就是看着好像刘老师是不是那其实没有吃多少啊，以后一接你最后还得去回去啊，多了大概十目，他还吃一个是吧？对，他不肯啊，他肯定现在是寸土必争，该动手了吧？这个时候白棋被白棋一走，对对对，这个棋啊你下面是没有两个眼的。爬挡是吧？如果爬挡那个吃一个，他就粘上，就粘上，粘上。对，你提了他就双也没用。提了双啊，这个都没有用。他立他就点进去。如果你立这个，他就点进去。这立一个就都没有用，这都没有用，对，都没有用。对，完全没用。我们退一下。对，这个，所以这个棋啊。好，哎，行了，好，我们看看啊，这个这时候是盖白棋，盖白棋，长了一个，对，对，是，这几招都是白棋便宜的，是吧？白棋走这儿，然后白棋现在把它挤死，那只能中间跑了。这好像，没有什么出路吧？这能直接靠吗？如果靠，如果靠一个。他搬吧然后退
他就再加注也可以，好像啊，可以压一个，压一个啊，然后再加注是吗？啊，这好像也没录，也没有录。这个接也是先手，这接也是先手，好像没有。这太厚了啊，这里找不出两个眼，找不出一个眼了。嗯，下面一个眼，上面没有录了。嗯，很没有办法，好像不行。是，然后，这没有，对吧？是，他是跳出来，他就特别好像特别清楚，感觉好像他那个棋还可以一样，这样就等于就放弃了这个。这个棋下白棋太好下了，是黑棋不行，这个啊，这个被吃了，那还说什么呀？这个棋就不成为这个是先不成为对局，这个不成为对手了啊，对，吃完就完了。现在控好像差距挺大的，这样啊，那只是再走走看看定型了啊。先提掉哦，那他这不对了，这不够了，他就定型了。他只要把 U 把它变成，他只要把自己走走后是吗？对对对，然后现在黑棋点一下，点一个粘上是吧？对对对对对，白棋黑棋还得。黑棋在中央定型，但这样定型的话，被白棋一冲，挺难受的。老师，你看是不是？实战就这么下。接啊，然后这一挡，虽然白棋不能吃，他就这样，他就把自己走走后。是，双一个。好，我们慢点看看，拐一个是吧？啊，拐一个。好，这个棋这个地方有断打。啊，这一段。对，他也很难过。如果你不补的话，然后这一走。不。这个那个地方也有断打，他现在他难受，他不走被断打这个不行，他得补，他看得补一个，补一个补哪儿的问题。他说补这个被长一个他也不舒服就是现在如果说接这个被长一下，所以实战呢他是接的，对，接这个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已经不行了，这个棋他然后自己收收官就可以了，那块死是肯定不行的，是吧？他只要中间别出。现在白棋特别，对，冷静的就把它全部补好，连回去。这个时候停招可能都可以了。现在目数怎么样？目数不用数了，不用数了，那块都是死棋，那块都是目。这块多少目？都是目，都是目，那块不用数那个目，这个棋啊，就是，走的这个，不，这个宋文慧这个棋啊，他不发挥的，应该说这盘棋是他很不发挥的棋。宋文慧他的水平不只是这样这个被相对来说白棋，他这个你像这五里棋也能走得很通，他这个状态很好，发挥很好，因为对方这个这个正好碰到这个。不是状态很好的时候啊，就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即使下五里棋的话，还是要去抓住，要有时机，要不然的话，你下得太软了。对。就我们可能该强的时候没有，但宋仁慧的水平本来是非常高的一个女棋手。宋仁慧宋仁慧她是也很年轻，她是那个我记得是女子擂台赛，她可能下得不错。他有好几次、对，都是四连胜、五连胜。对对对，他是这个，像什么打头阵，我反正好像有过连胜记录吧。他反正是在女子里面排名是靠前的，而且很有冲击力，我觉得他的棋不错。嗯，这个因为他，你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老前辈，对对不对？对啊，他们都是现在是已经就是宋仁慧、王湘云还稍微大一点，稍微大一点。宋仁慧更年轻。她这个这两位女棋手呢，是平时在中国棋院训练，我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摆棋。王湘云现在还是国家队的吗？应该。那个宋仁慧在，宋仁慧这个我还经常给她摆棋，今天还给她在摆棋呢。这个她的棋就是力棋，力量比较大。这个像这个，但是呢，这盘棋属于。不是他的水平，他需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大局观呢、或者怎么样能够加强一下。好，我们再看看他后面是怎么下的。然后现在黑棋立一个。立一个这个棋呢，还是很大。被班詹这个棋就先手多少目？这个棋非常大。这都有十目棋。这好像先他飞了一下。飞了一个。
先飞一下飞一个啊，这个是先手，然后先手对，立个立个非常一收一收大、啊，但是可能不是，白棋尖一个哦，还要尖一个、啊、哦，那这个就是要这个不得了，啊、这如果吃不掉就不行啊，是尖一个啊，不白棋冲了一个啊，冲一个对对对，啊、冲了一个啊，尖一个他还可能怕那个什么，嗯嗯，冲一个。冲一个呢？这个虎是先手是吧？虎一个先手，哎、对对 对, 对、这个，这有个断嘛、啊，是吧、啊？现在他是黑棋呢，靠，对对对对，这是先手，先手。然后，哦，这个怕加一个嘛哈？对他可能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白棋会跟着硬嘛，然后白棋直接尖了。哦，对对对对对，啊、那个棋可能就有点无理了。就是他如果再加的话，我再接上是吗？嗯，可能应该补一个了。啊、嗯，这个棋被煎了之后，这个就吃不掉了。那这个太大了，这个，他应该在这顶一个、嗯，那个就不要顶了，顶、那个、那个顶一个可能也不影响生物，可能还是不好。还是白棋好。但是棋应该这样下、哎、对对对是吧？啊，被煎一个的时候，黑棋哎对，黑棋就靠了一个。靠一个，这个可能吃不掉，就该投认输了。嗯，应该吃不掉。这个不是先手吗？对对对，这个棋就回家了。啊、你看。如果你虎一个，嗯，他叫吃，这儿要断，这儿要提，啊、哦，然后这个下面肯定气，哎，气也不够啊、哦，哎，对不起，你这个就输了，嗯，是吧？而这儿中间还有连，所以走到这个时候呢，白黑棋就无法将白棋这个吃掉，那个空也不够了，所以这盘棋就认输了。啊、到这个时候呢，啊、就是王湘云。中盘战胜了，对，战胜了双龙会五段、哎、对对对啊。这个从这一盘，我们就是只是给大家介绍这个女棋手的这个，这盘精彩对局。嗯、但是这个双龙会这个还要在大局观那个加强这个研究，嗯、以后女棋手大局观要再对更加的要多的那个提高。好，今天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的收看，好，再见。